朱一贤。好，先回到场中，这一球打到了内野跟中外野之间的飞球，也是申浩伟上来把球给接杀，两人出局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哇哦，李胜旭 ，What a catch， nice catch。强劲哦！叶守拦截下来之后，这边要小心冲撞啊！不过陈永杰是一个 nice play。这个变化球被带到反方向，接到的蓝银轮用滑的方式。这球咬得蛮扎实，但是我们看到林子豪这次跳起来，将这一个飞球给接杀出局。当然，攻击会差很多。球丹这个球出棒打到了中间方向，陈雷线往后追，往后追，最后伸长手炮捞进去，接杀出局。也打得不错，在左半边的深远飞球来到警戒区，哇哦，高国麟 ，nice catch。挤压到一个小飞球，彭诗颖滑接，接杀出局。来追赶。左半边非常强劲，哇！刘青勇拦截下来之后起身再传向一垒，美记守备 ，nice play。我这一次被习惯没掌握到，打光由地方去形成安打，现在想得让我三垒都要准备抢攻本垒，球会传过来。掌握的不错，但左外野方向感觉飞行的距离还蛮远的。不过这一次转身之后完成了接杀，罗宇年相当精彩的守备啊！不过撞的这一下并不轻。拉回来打右半边，打穿了一垒防区形成打。现在徐志宏绕过了三垒之后，要来直攻本垒回传球，很快 out。右外野手申浩伟，精彩的一个长传呢、球速，再球打接出去，在左半边的飞球转手跑到了警戒区，滑接詹子贤，也是一个美记的 nice catch。等一下，对方带得很高，在中外野方向，左外手还在对，陈晨威还在对，最后跳了起来，哇哦，飞毛腿陈晨威，硬是把这一次安打给没收掉了。直球来了，但是林敬凯挡下之后再往一垒送，哇哦，打到了禁区，五星的美记，有个行李啊！